大家好，我是鸡大宝，欢迎来到刺激战场大真相第六集。这期我将揭秘五倍速疾跑是否存在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原版视频。今天教大家新版本闪电侠的卡法，在蹲下去一瞬间用平底锅攻击，然后就卡好了。虽然这样有些贬低智商，不过我们还是来模仿一遍好了。大家可以看到这压根就没有疾跑的 bug 存在，那么事实是怎么样的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右上角的时间，他只是利用了加速播放的手段伪造出了疾跑的感觉，跑动的画面十分僵硬，时间也不做更改，对此我只能说太不走心了。接下来我将我录制的素材做倍速播放，再利用 PS 的手段将时间覆盖成正常的时间，就可以完美伪造了。大家如果发现有什么有趣的视频，也可以留言分享给大宝，我来帮你试验找出真相。那么这期揭秘就先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见。